爹，你这个混蛋，竟然把新兰一个人给抛下！爹，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况，你不要解释。一个男人把女人抛下，就算不上个男人。爹，我要是强硬救的话，我和新兰都得折进去。我回来就是想跟你商量怎么救她。我不要听这些，我只要结果。 你去哪儿？救新兰，大不了把命搭上。我是周世能。是我。处长，有何指示？这次。 你可是为党国立了一大功啊！多亏处座及时来电，要不然那个河村能不能活还真是难说呀。这么说，这个刺客很厉害？是啊，个个身手不凡。仔细查一查他们的底细，能为我所用的，就要尽量争取。现在是国家危难之际，我们需要这样的人。属下明白。 不要把日本人见人就鞠躬当成谦虚，现在日本人很狡猾，也很残忍。这次刺杀就是想借中国人之手杀了河村，然后嫁祸给我们，从而挑起事端。处座，我还有一事想要跟您汇报。今天在火车站发生了两起刺杀，另一个刺杀目标是池梅亭。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，我打电话给你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这个池梅亭。请处座训示。根据可靠的情报，这次他去上海是要去投靠日本人。他想借日本人的势力与伪作抗衡。今天，真该让杀手了结了他的性命。委员长很是伤心呐。他现在下令对这些人杀无赦。 处座，您的意思是杀？不杀只能留后患，凡是有投敌倾向的，必杀之。是。 老家怎么说？老家说现在风云变幻，让我们掌握各方面的一举一动。哥，你在报馆工作认识的人很多，一定要注意他们的风吹草动。嗯，好，放心，我会的。嗯，先生，爹回来了。爸，你去哪儿了？这么半天？哦，今天上午在上海发生两起刺杀事件。什么人干的？什么人干的还不知道，一起啊。 是刺杀两个日本人，还有一起是刺杀那个池梅亭，就是那个大汉奸。蹊跷的是，这两起刺杀都发生在同一时间、同一地点。这么巧，会不会是偶然啊？这偶然背后一定是必然，这刺杀背后一定没有那么简单。 姑娘，还是省省力气吧。想出去，倒是可以使点银子，我可以帮你。给你！娘的，不使钱你就等死吧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哎呀，周区长，要不是您提前打来电话，这人我就交给日本人了。
老弟的情，周某人心领了。我看还是把人交给我吧。审审可以，带走啊，那绝对不行。为什么？这日本人跟着我后边要人呢，我这拖着不给，就是想让你先把这刺客肚子里的东西给审出来，别让日本人占了先。被抓的那个女刺客，并不是刺杀河村议员的人。对我们来说，刺杀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在现场参与了刺杀行动。那您的意思是？这不是我的意思，是大日本帝国的意思。我们必须要借助此事引起各国的关注。你要明白，被刺杀的是我们的人，更要记住，此事一旦宣扬到国内，就可以堵住那些主和派的嘴。毕竟，即使你主和，到了中国还是要被暗杀。你应该明白吧？老弟啊，哎，那个人，我得去审审。这没问题，人都给你留着呢，不过不能带走。带走不带走，那得看审的结果。那我送您去龙华监狱。算了，就不劳烦局长大人了。哎，这样吧，我给监狱那边打个招呼。好，多谢了。哎，周局长慢走啊。嗯。我是秋山和夫，啊，局长。明白了。真的吗？非常感谢，有劳了，再见。快去龙华监狱。嗨。爷，饶命！小的只是一个狱卒，看着犯人。带我去你们监狱，我就饶了你。好。开车。哎。小黑，嗨！もっと早く，嗨！啊，哥几个，开下门！来，下来。木三儿，哎，这人谁呀？随路逮个小偷。哼，这么尽职啊？你小子是想当官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没钱你当不了官的。走走走走。哼。就那儿，您进去吧。您，爷，您看我都带您进来了，您想要知道的我都告诉您。哎，啊，爷，您就放过我吧，我家里还有老小呢。我，这，您可别。人没救出来，你还不能走。啊，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赶快拿着。哎，好。
站住！木三儿，他是干什么呢？嗨，一个毛贼！你不知道这里关的都是要犯吗？知道。你到底是干什么呢？站住！爷，别开枪！那个女孩关在几号监狱？三号监狱。怎么样，店狱长？店狱长，您这深更半夜的查房，有我们兄弟几个，您尽可放心了。今天关进来那个女人是个要犯，局长来电话说，一会儿要提审，要是有个什么闪失，你我的脑袋都要挪地方了。嗨，咱这监狱戒备森严着呢，连个蚊子都飞不进来，何况是人呢？木三儿来了吗？来了，刚才顺路还抓了个小偷。啊，哎，不对呀，犯人收监都要经过我的手，他怎么敢擅自？不好，快走！走。这里边，开门，开门！你是谁？谁让你来的？先别问这么多了，就你出去再说。把裤腰带解开。我让你把衣服脱了，听到没？怎么回事？好像出了点毛病。怎么样，问题大吗？这老爷车早该换了。这大晚上的，小日本想干嘛呀？哎，他们不会也是去龙华监狱踢人的吧？很有这种可能。警报！所有人马上搜！是。不能再往前走了。我们得找个铁窗，从铁窗那里出去。
回去吧。回去可能走进了死胡同，里面都是警察，如果我们过去的话会被打成筛子的。那我们回去躲一躲吧。上，上，我这上啊，毙了你。人呢？跑了！搜，快！不是，快！你们两个上楼，其余跟我来。是是。哎，这兴师动众的干嘛？劫匪劫了我们仨，混进来劫狱的人了。哎，这前面还有路吗？你是？没有，我就不信瓮中捉鳖都不灵。这边走吧。这边，快追！站住！快！就这儿了，快上去吧。不行，我哥怎么办啊？凭他的身手没事的，我先把你送上去，我再想办法救他。快点，没时间了。
给我盯紧了，哥，我还以为你出不来了呢。你们俩出来了，也不带上我。兄弟，功夫不错，你也不赖啊。如果今天，哎，此地不可久留，跟我来。好，听着，给我睁大眼睛盯紧了。 还没找到毛病吗？快了，快了！兄弟，多亏那根绳子，要不然我们都出不来。 千万别这么说，你救了我妹妹，你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这个跟随了我多年，一点小意思，收下吧。兄弟，你看清我了？哎，拿着吧，不成敬意。真的不用。那好吧，那以后再谢。她是你妹妹？对啊。今天谢谢你了。没事。 妹妹，上车吧，我们先走了。兄弟，怎么称呼？有缘的话，日后一定会再见面的。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日本人。 谁啊？区长，修好了。好，快走。你快走，他们有枪。不行，要死一起死。听我的话，我掩护，你先走。我不走。他们有枪。撃つな、生き捕りにするんだ。 你跟我们走，怎么回事？快点！不好，撤！撤！ 都住手！让他们把枪放下。銃を離せ。 走。谢了，兄弟。上车。 算了，不用过去了。为什么？已经结束了。结束了。谢天谢地，人应该没有落到日本人的手里。
哥。喜兰，你跟这位兄弟换个座，我送你去医院。不能去医院。没事，你们不用管我，我自己走。兄弟，你是因为我们受的伤，我们得送你去医院呢。医院不能去，医院里的枪伤看管太严了，带回去让二爹治吧。二爹也好。对了，还不知道怎么称呼兄弟啊？你不是不想知道吗？今日一战，你我就是兄弟了。我叫任飞长，年方二八。什么年方？我哥他28岁了。哦，对对对，28岁。啊，我叫高听行，今年正好而立之年。那你比我大呀，以后我就叫你高大哥了。也是我大哥，我叫秦心兰。心兰，对，她是我爹的干女儿，是我亲妹妹。我才不当你亲妹妹呢。走吧。哦，对对对，赶紧上车啊，快。走了。我是秀山和夫。怎么样了？我知道了，全市各家医院他们都查过了，没有手指带枪伤的病人，你真打中了？是的，肯定不会错。阿美，如果你是日本人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？我不明白区长什么意思。借他人之手刺杀未成，日本人沮丧，欲引渡刺客，却未成功。日本人懊恼，沮丧和懊恼的结果是什么？是恼羞成怒。你的意思是？日本人自己要杀掉河村议员。去和平饭店。是。文章一见报，就可以造成刺杀是中国人所为的事实了。火车站枪声一响，不但你我会认定是中国人干的，就是中国人自己也会认定是他们自己干的。只可惜子弹没射进何村的脑袋。不知道明天早晨何村看了报纸之后会有何感想。他有什么感想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任由他活着对帝国不利。大佐，您的意思是？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让何村做一个对帝国有用的人，明天的报纸会说得很清楚，中国人他们早上刺杀未遂，晚上又杀了个回马枪，终于让他命丧上海。嘿，高大哥，坚持住啊！这件事情连累高先生了，真是惭愧啊。任先生别这么说，是我来给您添麻烦了。哎，爹，您就别说话了，赶紧动手术吧。你看高大哥脸色都发白了，器械还在消毒呢，你一天时间就认了个大哥。那可不是嘛，这一天里我和高大哥可是经历过几次生死的，要不是高大哥，你就见不着你的儿子和女儿了。哦，这样的大恩不知如何感谢。任先生客气了，今天这一夜任兄弟和秦姑娘也救过我很多次。高大哥别说了，咱们扯平了，以后咱就是生死兄弟。哦哦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哎，妹妹快快快起来，帮高先生把衬衣脱了。秦小姐，你还是……高大哥，你死都不怕的人还怕光身子啊？别怕，这我也不怕死，还怕见你光着身子呀？哥，赶紧帮忙啊！好。我是怕动刀子你会害怕。你还不知道吧？新兰是护士，在广慈医院工作。
高先生，没有麻药，你得忍一下了。秦小姐，我自己来。高先生的忍耐力啊，令人敬佩。我也就是强忍着。任先生，谢谢你。是住这里面的客人啊！不行，走走走走走！哎，这怎么可能？我这还有钥匙啊！我真的是也不行！我这不你看，走开！哎，站住！你是干什么的？你说我是干什么的？你是秋山派来的吧？对呀，不是他叫我来的，我怎么知道你们在这儿啊？哎，不行，秋山派来的也不能见。大哥，人家走的腿都累了，你们也不心疼心疼我？怎么，要不然陪本大爷玩会儿吧？啊？哎！何村议员，让你受惊了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不用怕，我们是来保护你的。我不认识你们。何村先生，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做解释。为了你的安全起见，请你立刻跟我们移驾别处。秋山和夫已经把我软禁在这里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我们已经把秋山派来守卫你的人处理掉了。如果你再不走，怕是有性命之忧。早晨在火车站想要暗杀你的人，是他们买通的杀手。我不相信。Thank you.
すいません。また遅かった。河村が連れ去られました。バカモン。はい。行くぞ。为了你的安全起见，你今天晚上必须离开上海。不，我不能走。我要质问秋山和夫，他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耻辱，耻辱！中日之间正剑拔弩张，你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你如果死了，最后背黑锅的只能是我们中国人。戻れ、国際飯店へ。早く、国際飯店。我不是一个怕死的人，可是你说服了我，我是应该好好的活着。何村先生，在你离开上海之前，我希望你能帮我们做一件事。江盼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不用来接我，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。秋生啊，太好了，小鬼子的画皮都让你剥下去了。哎呦，江小姐来了。嗯。你们兄妹，人家都是当哥的护着妹妹，你这一介书生啊，倒是天天让妹妹来接你回家呀。百无一用是书生嘛？谁说的？我哥这篇文章就是直戳日本人心窝上的匕首。对，江小姐说的对。哎，老杨，这篇文章我又改了一改。嗯，不是已经复印拿去印刷了吗？只是我觉得有些词嘛不够一针见血，我还是去一趟印刷厂吧。还是我派人去吧。哦，不不不，这么重要的文章我还得自己盯着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哥，我陪你。好。但愿明天的报纸能为我们挽回一局。我们找的是印刷厂的建次工，他在印刷前把我们的文章换上，此人做事相当谨慎，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。我马上就去见他。他拿到钱之后就会远走高飞。既然他要远走高飞，对我们还有用吗？明白。您的文章我也看了，挺好啊，不用改了，挺犀利的。再说现在重新改完吧，
会耽误明天早上正常出报的。那好吧，好，那我就去应报了。麻烦了啊。哎，不客气。啊，杨主编。哎，杨主编，你怎么来了？秋生啊，文章改了，这么快？长河夕阳，倒映出多少折戟沉沙，古道老树，道不尽几度雪夜风花，庭院深深，只留下一张昏鸦。长河夕阳，倒映出多少折戟沉沙，古道老树，道不尽几度雪月风花，听